观众大家好，我是慕容悠，今天我们开始实况原型兵器2，那就让我们开始吧。好，要如何消？开始新游戏，难度正常。所以现在这是什么情况？一个门打开，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在往这边跑，还有她的布偶，一个被遗忘的士兵，跟哇，血红色的场景。暂停一下，调整一下音量。好，开始吧。你说回到游戏。行尸在路上走，城市有一个混乱，那为什么会困？啊，那怎样啊？要去一个红色警戒的地方。Watch. Shit. You want
飞过去了呢。哇，怎么回事？哇，哇，这什么鸟？怎么在飞？还红色的。这像是这个烧卷，它要起爬起来，然后如何面对这一切？哇，队友都死光了！哦，前面有什么？唯一的生还者。完全无视，而且刚刚那个怪物就不见了。Mercer, don't you run from me！ 他都在跑。
墙怎么可能挡得住啊？完全是不可思议啊！哇哇，又跑出个东西来，攻击，再攻击啊！再砍他，多砍几下，插他头呀！怪物石啊，然后压在他身上。怪物有这么容易死吗？他了，哇！转角遇到爱，上吧！哇，一手一把，拿把玩具刀，什么用都没有。被他赐给了一个神奇的力量。现在在回想他的回忆。复活了，就这样子，他得到超越人类的力量。
收，抓住，啊，吸收，黑色守望士兵，好，哇，吸收。吸收欸，帅哦。杀一些实验怪兽的 DNA， 猎取他们 DNA， 然后增强自己的能力。哇！哦，他们真的要检查哎、欸。
是难民区、管制区就对了。I need your help.
把那个把那个难民全部变成那个感染者，在做病毒实验。If what Mercer says is true, I need to look into Gentech and Black Watch. Who's in charge around here? Fine. I don't know names, but I know there are two commanders at the hospital. 他说有两。Turned it into a command post. 车子可以开吗？不行。James, please, don't cause any trouble. Father, if Black Watch made the virus, then they killed Maya and Colette. What would you do? You tell me that. Be careful. 哦，前往医院寻找指挥官。射工，哇，到了。Oh man, what the fuck is happening now? Son of a bitch, that's the guy I'm looking for. I've got viral. 追踪技能获得，好，可以让你追踪重要目标。最终黑色的守望指挥官按下什么？看不清楚那什么键呢？好，按下。I've got viral sonar.
说那个正方形究竟是哪一个键呢？好，如何进行呢？前面了，前
起来，哇，也是又被抓到，又得到指挥官的记忆。石矿就先到今天为止吧。